华签约第一人，王一博天生优秀艺人。就是其实比例是很重要的，不管是说五官的比例啊，头身的一个比例啊，还有一个部分的话是贵气吧，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人在气质上面的一个展现吧。我们会看一个人的气质。我们第一个签的艺人是一博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13岁嘛，一博是 UNIQLO 里面最小的，天天早上过来学习跳舞，然后就是凌晨1、2点、2、3点回家。他喜欢的东西很多，他的运动能力比较强，他喜欢，所以他就会一直做，然后把他做出成绩。他天生就是我觉得好的艺人人才。